久很久以前，一直到现在，有一所义安中学。这所特别的学校，总是做一些特别的事儿，比如一场明明全校都是男生，却非要叫心动的艺术节公演。还有，这个每次都会让部分同学偷着变卖家里东西做公益的春季义卖节。今天这件事儿就和春季义卖节有关。我准备的笑点就是表演，大家负责我的一张照片，快把我拍帅气一点。不管晴空万里，狂风暴雨，记得来到我的早点前，为义卖多做贡献。3、2、1，离一半还有七天，来到音乐校门前，我终于壮起胆，摆脱我格之外的人选。善于个人选心善，写词有美句艰难，我歌的词太难，像韩语六级测验。我的商品加上下雨名片，整个义卖义林全是在谈，请下雨哥帮忙一点。这话说的心里明一样子，让我看看小明在把字典，就先义卖必有点。林佳浩，林佳浩，你现在不是个英语补习吗？又跑到音乐社来瞎蹦的啥呀你？那就拜托鲨鱼哥了，我的东西放在一楼楼梯口，就一个大箱子，麻烦鲨鱼哥帮我去拿一下，我给你买饮料去。这小子懂吗？哎，打我弟什么主意呢？我打他什么主意？他打我主意呢？嘿，这臭小子又欠收拾。你等着，我去把他找回来，看他怎么欺负你了哈。过来干嘛呀、啊、你？哎，坐。我说你能不能整天别老那么咋咋呼呼的，整天的林佳浩凶巴巴的。你，林佳浩是我弟，做错事情了不该凶他吗？那你知道他为什么跑来找我帮忙，而不来找你帮忙吗？为什么呀？那你听好了。粮食能丰收，盘地和下土，嫦娥思考本月，科学家辛苦，改革春风吹满地，能活到那程度，还得感谢 B 站滚出去的各大 UP 主。就连我们没有舞台，都离不开你们的爱，你这个哥难道不懂，兄弟相处要有爱。可你却刚好把你弟当仓鼠带，不是掉了沙鸟窝，就是扎了心到处，偶尔带他迷迷路，对他从来不保护。别说林佳浩了，谁当你弟，还不都得远远地躲着你。哦对了，我是帮他搬箱子了，先走一步，拜拜。哎，怎么刚来你就走了？拿东西，马克袋。嘿，林佳浩是我弟还是他弟呀、啊？Bro。哎，我说，你们今天是不是都有点飘啊？还真当底下来了这么多衣食父母，都特别想表现一下自己，是不是啊，孙一航 ？No。那你刚才转圈干嘛？爱的魔力，转圈圈啊！春季义卖节，你打算卖什么？反正还有几天，让我再想想。你准备好了吗？啊，当然。是什么？给我看看。我准备的呀，就是
拉丁符？没错，就是拉丁符。这件战袍曾经陪伴我驰骋在全区的拉丁舞大赛中，直到现在，穿上它，我依然感受得到熊熊的拉丁舞魂。Come on！你俩干嘛呢？哎，快给我搭把手！哦，哦，哦，放着。啊！我说鲨鱼啊，你这箱子里装的啥？怎么这么重啊？这我哪知道？他弟出去卖鞋的东西。李默，你弟是打算把家都拆来卖吧？没事儿，随他拆去。你怎么对林家浩这么不关心了？柳叶儿刚冒出尖，鲨鱼儿就翻了天。在七位的各位成员呐、啊，细听我来言。搬箱子这种忙还是何洛洛适合，你就少掺和了。他寒假没少赚。啊切！啊？哎，不是迟夜，别被林墨给误导了。这林家浩啊，是看上了我一肚子挥洒不完的墨水，让我帮他递麦瓶，想广告词来着。哎，那这样的话，林墨不是挺合适的吗？他干嘛舍近求远的来找你啊？不是，林家浩也明白专业找对口啊，那点对点是吧？很明显，林墨，在林家浩的心里，写词儿这方面，我比你更专业。hit 臭小子，林墨，别生气，鲨鱼他小孩子不懂事。我爱你才小孩子呢，比我小的都是小孩子。别闹了，鲨鱼。喂，喂，我说你们初中生，一天天的这什么证啊？能不能像我们高中生一样，成熟一点？李默，你无非就想证明你弟是瞎子吗？我为什么证明他是瞎子？你看，关于写广告词这事，你弟他没找你，找鲨鱼，他不是瞎子吗？哎，你这怎么说话的？这能证明啥？这只能证明我写词比林墨厉害，是不是？比林墨厉害？比林墨厉害？反了？是我比鲨鱼更厉害？比鲨鱼厉害？比鲨鱼厉害？那鲨鱼，你赶快拆箱，把东西一件件拿出来，谁写的广告词好，当下立判。好。行，鲨鱼你快点儿啊！我的创作之魂已经熊熊燃烧了，哈哈哈哈哈哈！这什么呀？知道我来，还准备吃的，谢了啊。
哎，这能吃吗？这不能吃吧？这不能吃吗？这味道挺好的嘛，豆沙的。不是，这能吃也不能吃啊！你吃了以后，我怎么给下边交代啊？下边？这不然呢？对不住，对不住，小兄弟无意冒犯，都是这大猪蹄子没提醒我。小兄弟，这就去给你们买新的去，真的对不住。哎，不是傅云成，你这又干嘛呢？你现在道歉有用吗？等他上来再道歉啊。他还用上来啊？他不上来，你下去也行啊。我也要下去啊！我就吃了个这包子。你们就让他上来让我下去的，别整那么吓人啊。哎，不是谁的手机铃声啊？哦哦，我倒不好意思。喂啊，好的。我说你个学生会长能不能有点脑子，这个包子是楼下一楼林家浩他们班的。哦，林家浩的啊？原来是林家浩的呀。哈哈，林家浩的，怪不得差了点味儿。哎，对了，我来干嘛来着？来吃包子的吧。哎，对，就是为包子来的。嗯，你们都坐好，听我说。去年义卖节，因为有人卖羊肉串，学校被爱羊协会的给投诉了，学校受到的社会舆论很大。所以今年义卖节禁止售卖任何食品。林木啊，这包子你就不要再让你弟卖了啊。你也别再吃了啊。好的，你们这吃的也不要再卖了啊。哎，可副会长，这包子是豆沙县的，可不关什么冠协会的事啊。豆沙县的不还有爱豆协会吗？那台下坐的全是沿爱豆协会的。哦，啊，别，干嘛干嘛？哎，都不要卖了，浪费嘛。这里面的话，应该还有其他东西。哎，我说副会长，除了豆沙馅的包子不让卖之外，这种喜糖小礼盒让卖吗？只要是吃的，学生会都不让卖。大家分了再。大家往后面传一下，大家多吃点啊，多吃点，长胖点好。傅允哲，傅允哲，吃的都不让卖，这林家浩会疯的呀！你考虑一下人家的感受行吗？这不还有呢吗？咦？啊？嗯？这什么？这是什么？哎，你干嘛？你干嘛跳啊？哇！震撼吗？哦，震撼吗？哦，震撼吗？礼炮嘛，家家户户都有的嘛。哎呀，我说没了，你这是蹦蹦蹦的，是蹦蹦蹦啊！蹦蹦蹦。看这边，看那边，坐在巷口的，想不到你，还挺浪漫的哈。浪漫啥浪漫浪漫啊？那我说这，一定是蹦蹦蹦的，没法再蹦了呀。鲨鱼哥，我不让你帮我把箱子搬上来吗？嗯，那这个是谁的？那箱子，我不是。我明天婚礼的箱子被哪个小偷了给我拿走的呀？搿种事体哪能进个义安中学啊？我现在就到保安室去看监控，小偷人给我等了该啊！傅云哲，他说啥呀？他说去监控室看我们。啊？哎，大家快搭把手！哎，不是。
你们干嘛来了？赶紧准备节目，明天去老师婚礼上赔个礼，道个歉。这呢，就当我们送给他的最好的礼物。也是我们送给大家的一份心动礼物。这份礼物呢，其实是各位家长用票投出来的，其实也算是我们跟大家的一个心动的一个约会。接下来呢，我们先来一个预场的节目，趁现在有请我们年级队的朋友们上台表演，有请。世界看
当我站上舞台，成长没有彩排，日记里写下年度感慨。别发呆，别徘徊，就现在。相信这颗心有神奇魔法，能把我的愿望无限放大。天空中的蝴蝶飞去了哪？我牛啊，每天在搬家。脑袋里装满乖张的想法，想不出黑板上的平方差。什么干嘛被他和阿尔法 ？Oh my god， 我会努力的。我的每日梦就是与众不同，做自己的英雄，好朋友的。接下来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限定的心动的规则和投票结果吧。易安限定的心动，易安家长活动期间，在易安饭 APP 通过购买易安开学限定心动深鞋获赠投票券，参与线下公演的自由定制，选择自己喜欢的组合和歌曲进行投票，投票结果中选择 Top 5的组合会在稍后的节目中逐一呈现，同时投票 Top 1的组合将结成限定组合，为其发行专属单曲。经历了一个多月的公演曲目征集和投票，虽然只有排名前五的组合能够进行节目呈现，但还是要感谢所有给我们投票的家长们，谢谢你们。首先请看一下本次易安限定的心动公演投票的总票数是109314票。那么排名前五的组合到底是哪些呢？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把舞台交给限定的心动 Top 5的组合吧。易安限定的心动 Top 5最高歌曲投票6420票，组合投票7769票。第五位，严苛申义胜破天荒。
么时候的事？二月春节前，这是档案。在哪儿？三号室。走，我去会一会。叫什么名字？曹淑宇。曹淑宇，2005年7月20日，天津人。别看他长着一张文质彬彬的脸蛋儿，在座的各位可都得小心点。曹淑宇，跆拳道6年，现在的段位是黑带2品，是他这个年龄段拿下的最高段位。你又是哪的人？四川绵阳。文成星，2005年9月1日，四川绵阳人。你们知道我的运动强项是什么吗？林墨学长，大球你不擅长，小球总可以吧？没错，我的运动强项就是乒乓球。文成星，我倒想去会一会。听说他是乒乓球全市亚军。你看着都比他们大，又会点什么？我会 Lucky 钢琴 Beatbox 还有足球。这些算吗？木南，2005年9月2日，山东临沂人，会 Locking Beatbox 钢琴足球什么的。很明显他是因为喜欢于牧羊，执意还有我才来这儿的，冲着 Locking 那一点。于牧羊，他就交给你了。你是苏州的？那杭州的？别光摇头，吱个声。是。注意场合，态度端正点。问你哪儿的人？学长，你不是在猜吗？我一说话，你不就整明白我是哪儿的人了吗？苏杭，2006年4月15日，别被他的名字给蒙蔽了。不要去管什么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什么的，这位苏杭他可是吉林人，自带东北人的幽默基因，看来我们要多一个新的语气了。你这档案上写的和我们一安中学某个学生认识？是指夏千卓吗？盛俊熙，2006年12月28日，上海人。档案里说他和我们燕安中学夏千哲认识，我查了下资料，果然没错，他和夏千哲一样有多年的影视剧拍摄经验，所以我有充分的理由怀疑他。夏千哲，盛俊熙就是你带进来的吧？你2007年的？嗯。这么小会点什么？ Looking。 张子恒，2007年10月16日，江西赣州人，看着挺小，没想到他居然擅长 breaking。 我告诫在座的各位，这个难度的舞蹈没点基本功千万别去尝试。刚那个2007年的我已经觉得够小了，你2008年的？刚那我会 breaking， 那你呢？我会穿着旱冰鞋 breaking。 穆一鸣，2008年8月6日，上海人。刚才曾子恒的 breaking， 我劝各位没有基本功不要去尝试，但这位更不要尝试，因为溜冰鞋 breaking 的结合就是他这样。所以就这七位咯。以上七位介绍完毕。有点意思。别说那些没用的。好了，你们可以准备新生欢迎会了。对了，恭喜你们成为学长，表率作用知道怎么起吗？唉，不就是个三级生欢迎会吗？气氛整得我刚热血沸腾，还以为拍警匪片呢。跟我一起哈。
3 2 1 Chitty b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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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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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yeah yeah Wow b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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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llow me oh baby 跟着我咕噜噜噜噜咕噜噜噜噜噜咕噜噜噜噜咕噜噜噜噜 Chitty b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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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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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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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着你的梦想和我一起结伴做彼此坚强依靠用尖叫去来麦克向世界宣告多想看到脸上的微笑像阳光后射腰边锋闷不掉细胞在燃烧从头海到脚把外套脱掉我来负责你的快乐找到只属于自己的那一刻掀起一场风暴去你蹦蹦蹦 O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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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yeah yeah Wow b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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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llow me oh baby 跟着我咕噜噜噜噜咕噜噜噜噜噜咕噜噜噜噜咕噜噜噜噜去你蹦蹦蹦 O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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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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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着你的梦想和我牛顿达尔文的进化论而你却是我最爱的书本推开魔法任意门蔓延的五彩缤纷你就是我要寻找的人想带你环游精彩不平凡的人生为你写一部专属我们不二剧本第四位，最高歌曲投票10426票，组合投票11208票。第四位，迟疑莫文轩，说爱你。
却从未犹豫，相信你真的愿意，就请给我惊喜。关于爱情，过去没有意想的结局，那天起却颠覆了自己逻辑。我的怀疑，所有答案因你而明白，转啊转，就真的遇见 Miss Right。开始我只顾着看你装作不经意，心却飘过去还迁徙，你没发现我躲在角落，忙着快乐，忙着各种装逼自我，全都说会是我们从没想过真爱，到现在不敢期待，要证明自己曾被你想起 really， 我胡思乱想，就从今天起 I wish，像一个陷阱，却从未犹豫，相信你真的愿意，就请给我惊喜。关于爱情，过去没有意想的结局，那天起却颠覆了自己逻辑，我的怀疑，所有答案因你而明白，转啊转，就真的遇见 Miss Right。 我的世界变得奇妙，更难以言语，还以为是从天而降的梦境，直到确定手的温度来自你心里，这一刻我终于勇敢说爱你。相信大家看了我们的音乐剧，也听了我们的音乐，还看了我们的心声，一定要来个游戏缓解一下情绪。接下来来到我们的烟嘎时间。什么烟嘎时间？开个玩笑，开个玩笑，就是玩游戏嘛，玩游戏就等于烟嘎时间嘛。是这样的，我们今天呢，要玩一个游戏，但这个游戏呢，是我们之前有一期的烟嘎时间玩过的，就是戴上耳机，然后用方言传递我们指定的话题。OK， 现在的生动游戏开始咯。哎，这个可以。你就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道路千万条，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安全第一条。行车不规范，行车不规范。亲人两行泪，亲人两行泪。流浪地球。好，过。你再告诉我一遍。时间多。那个安全。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安全第一条。行车不规范，亲人两行泪，亲人两行泪。然后流浪地球。好，快，我不想被喷。再读一遍。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行车不规范，亲人两行泪。再来一遍吧。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行车不规范，亲人两行泪。好了，道路千万，为什么喷呢？他是在给你庆祝一下，来，快，道路千万条，用你的家乡话讲出来就可以了。安全第一条，行车不规范，亲人两行泪。你是不是停了？去吧。别喷，不用喷了。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我知道这个。行车不规范，亲人两行泪，好吧？流浪地球。来，快开车。好，随便你怎么说就行。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行车不规范，安全两行泪，流浪地球，这什么话？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行车不规范，安全两行泪。道路第一条，千万条，千万条。
然后安全第一条。啊，会了。道路有一条。长沙话，长沙话。道路有一条。道路有一条。两人。两个人。来来让。从头来，从头来。道路第一条。道路第一条。行人不规范。行人不规范。我最帅。我最帅。你来表述一下，我到你这边来。道路一条。道路两个字对了，还有呢？行人两条。行人两行。他最帅。他最帅。我最帅。林墨哥最帅。好，你总共对了五个字，谢谢。先生，你到前面来看这个台词，我们再来一遍这个。哦，一个字，就一个字吗？啊，不，你一个人。我一个人。住三室一厅。我一个人住三室一厅。科故宫。啊，科故宫。对。科故宫。科故宫。就这么样。我一个人住三室一厅。我一个人住三室一厅。科故宫。科故宫。科故宫。我一个人住三室一厅。我一个人住三室一厅。科故宫。科故宫。背到了吗？我一个人住三室一厅。科故宫。科故宫。不需要的。我一个人住三室一厅。然后呢？科故宫。故苦宫。科故宫。科故宫。科故宫。什么鬼？我不知道。那你先学的呀。没得了。那我就是要学你说是吧？我也听不懂他在说什么。我家住在三室一厅。啊，一厅。什么科故宫？科故宫。故苦宫。我家住三室一厅。三一厅。故苦宫。有五宫。三室一厅有五宫。故苦宫没得了。五宫没了。没得了。没得了。没得了，没得了。就没了。我想想，五嘎住在三家厅。我家住在三幺厅。有五宫。啊，有五宫，然后五宫又有五宫。五宫。哦，有五宫。五宫很帅。五宫很帅。五宫他今天非常开心。五宫他今天很开心。很开心，然后他吃了一顿饭。他吃了一顿饭。对，他吃了一顿饭，然后他就逛了个街。对，然后他又度过了美好的一天。开头是啥子来着？能梦到几个事情，好吧，好吧。OK， 就这样了。文艺。告诉我，你的答案是什么？蜈蚣他就好了，他今天心情很好。蜈蚣他今天心情很好是吗？哇，真太棒了啊！其实你已经挑战失败了。好了，给大家接下来带来表演的呢是这个，就比较有趣一点了，我觉得这个对比较有趣一点，是十一跟复印者，欢迎他们。十一跟复印者。上台先做个自我介绍，我是易安音乐社的傅运哲，旁边这位是我的搭档，易安音乐社的吃鱼同学。接下来，等会儿，什么吃鱼同学？怎么了？今天食堂不吃鱼，那吃什么？我介绍我的名字。哦，对对对，错了，这是我们易安音乐社的吃驴同学。接下来，怎么又吃驴了呀？我吃。不好意思。迟毅同学，这还差不多。大家谁不知道迟毅老师不仅人长得帅，歌唱得还好。今天能跟迟毅老师一起讲相声，我真的是非常的紧张，非常的激动。你说的我都有种心动的感觉了。哎，等会儿，什么心动啊？你体会过吗？我没体会过吗？心动不就是一颗心？
哎，对对对，继续说，继续说。一颗心，扑通扑通的狂跳，一瞬间烦恼烦恼烦恼全忘掉。你怎么还唱上了？你别管我唱的还是说的，是不是就这意思？你说的一点内容都没有。我们今天公演名字叫什么？不就是限定的心动吗？划重点，限定就限定在今天这场公演上，和大家聊聊。所以咱今天就聊心动。就聊心动。心动就是心跳加快。心跳加快，感觉心里被什么东西揪了一下，有的时候你还会脸红，当你看到他的时候会忍不住的想看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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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看他。哎，喂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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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傅运哲，你够了呀，注意形象。别打岔，我这不是在给你示范什么是心动吗？不信你问问我刚刚盯着的那位 sweetie， 你有心动的感觉吗？看到没，这才是心动，学着点。哦，原来这就是心动啊。那我也学学。好。想看他，想看他。哎哎哎，等会等会等会，想看他。哎哎哎，你在干什么？哎呀，我不在学你吗？你都把人家吓着了。十一，你平时有过心动吗？那还真挺多的。哟，我这随便一问还真问出点名堂来，快和大家讲讲。听好了，什么皮卡丘、妙文花、小拉达、霸王花、哥达、亚大葱、亚莫、海马，什么伊普、卡比这种雷电兽、喷火龙、天价暴龙、热影龙、热带龙，我个个都心动过呀。好，说那么多一个都没用啊。我问的是你对哪些活物心动过，不是这些虚拟的东西啊。怎么说话呢？什么这些虚拟的东西，个个可都是我的小可爱。嗯，皇冠给你戴，给你摸摸穿。打住打住，恶不恶心啊？那你是说你心动的时候，我不信你还有。我还真有。你还真敢说出口，笑归天道你自个看。笑归天那儿怎么了？笑归天那儿能阻止我对那谁心动啊？黄老板坐在后面呢。哟，黄老板坐在后面怎么了？你信不信他上来我一扇子抽他下去。他起来了，他起来了。哟，他起来。哎，不是不是，你坐你坐。哎，刚刚跟你开个玩笑，你别当真啊。限定的心动就今天一天，让我心动一下成不？啊，行行行，别瞎打，就一天都不行啊。对，哎，别瞎耽误功夫了，我倒想听听是谁让你心动的不管不顾了。那天我正好到我姑妈家楼下，让我心动的她马上就要出现。五四三二一，孩子在倒计时。这时我看到一位大约十五六岁，穿着白色羽绒服，脸上像被阳光亲吻过而变得红彤彤的一位少女，牵着一条漂亮的白色博美闯到我的脚边。瞧瞧这形容词，你也不嫌恶心？那个女生说：“对不起啊，阿拉屋里的狗实在太皮了。”让着侬了，侬没事体吧？哎，等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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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十五六岁的女生说话怎么这个味啊？你问我，我哪知道？我只知道我当时已经被她完全迷住了，以至于她说了些什么我都已经忘了。你品味也够独特的。你知道什么叫一眼难忘吗？这才是心动。那后来呢？你说，哎，这是不是缘分？晚上他还来我姑妈家拜年了。他认识你姑妈？可不是嘛。那天我在我姑妈厅里打游戏，听到敲门，开门发现对面门也开着。那然后呢？我就从茶几上抓了一把糖，剥开了一颗，左手托住他的下巴，右手把糖放进他的嘴里，然后他就
哎，放开，你恶不恶心？我不接受。哎呦，哪管你接不接受的，总之他接受了就成。他接受了，我都不好意思和你说。我趁着他吃糖没注意，还偷偷抱了他呢。抱他？你问问各位信吗？你看都信了。你咋不变得更离谱点，说你想亲了他们呢？哎，你怎么知道我想亲他来着？很坏啊，要不是我怕得狂犬病，我早就亲他了。狂犬病？一个十五六岁的女生哪来的狂犬病啊？什么女生啊？哪来的女生啊？弄脑子瓦的了啊？我一开始就说主语了，牵着一条漂亮的白色博美。主语博美啊。嗨，你说的是一条狗啊。对啊。你这也不算，跟那小可还没区别。行，不就心动吗？你给我一分钟，我让台下的观众现身说法。最后给你一次机会。你怎么称呼台下的观众呢？家长啊。那就妈妈吧。我开场怎么称呼和我对峙的那位 sweetie 的？哦对，就叫 sweetie 啊，我说出来了。那亲爱的，我觉得还不够，你来用英文，一定要特绅士的那种，带点英国伦敦腔。英国伦敦腔 Harning。 我再来教你几招。啊，真要这样啊？听我的，没错。Hi, honey. Honey. 哦。Honey. 哦。羞死。哦。迟毅，你看啊，迟毅，这才是心动啊！你看台下观众的反应。迟毅，哎，说好和我一起讲相声的，结果自己先跑了。各位超 nice 的 honey 们，照顾不周，我先要去找我的搭档了，请看接下来的表演。拜拜。初中的你，填满我梦想，就像雷飞，轻敲我窗。冬天该很好，你若尚在场，天空多灰，我们已放亮。一起坐在谈谈来日动向，我是外间地温这样长，能同同偶遇在这星球上，燃烂飘渺人生，我多么够运，无人愿你逗留我思潮上，从没再疑问，这个世界好得很。秋天该很好，你若尚在场，火一般的太阳在脸上，
笑得肌肤已渐很遥远，低着汗的眼神纠结着，燕蓝飘渺人生，我多么够运，无人与你逗留，我思照相，从没再疑问，这个世界好得很。能同途我已在这星球上，是武装我多么偏向，如离别你亦曾朝生恋上，年月有遗憾，亦愿过你愿意近，春天该很好，你若尚在场，春风仿佛爱情在温润，初春中的你撩动我幻想，早春的怒草是春雨三位，最高歌曲投票12766票，组合投票13269票。第三位，孙艺航、迟毅、傅运哲撑腰。Party 不知道，兄弟为你撑腰。你在爱情店早回家，让你撒娇。恋爱知道，快找哥们讨教。万一你有出包，有我帮你找。女人聚会，男人要自我保护，案件有无数，绝对不能认输。有天大的本事，比不过低腰短裤，要团结抗外物，拿出男人硬态度。哇哦，看他回眸一笑。哇哦 ，yeah。哇哇哇，怎么会你有中招 ？Go go go， 心中的深处乱跳。Where's party？ Where's music？ It's the party now。Party 不知道，兄弟为你撑腰。你在爱情店早回家，让你撒娇。恋爱知道，快找哥们讨教。万一你有珠宝，有我帮你找。男人聚会，女宾自重轻之步，有顽固硬态度，好几千万无数，千古风流人物，一接近来一同创世俗，英雄关没人哭，兄弟情义不能图。哇哦，看他回眸一笑。哇哦 ，yeah。哇哇哇，怎么会你有中招 ？Go go go， 心中的深处乱跳。Where's party？ Where's music？ It's the party now。Party 不知道，兄弟一起发飙。Yeah,
就是爆料，我们肝胆相照。为男人荣耀，麻烦我来照。Party boy 知道，兄弟为你撑腰。你在爱情颠倒，回家让你撒娇。恋爱知道，快找哥们讨教。万一你有珠宝，有我帮你找。什么不可能，追过去千万别放手。 Go go go， 勇敢向前冲。 Say no no no， 不要找借口，挑战新的宇宙，踏上了青春最美的旅程。梦再高有办法摘到，看不到就一起寻找，不要等没有人替你去思考。无所谓千万人阻挡，怕就怕自己会退让。不躲藏能看到夺目的光芒，合理有效。不完美的梦想也愿和你去分享，哪怕无任何才是要你再喊出来。嘿嘿嘿，一出的心动。 Say yeah yeah yes， 要尝试才懂，没什么不可能，追过去千万别放手。 Go go go， 勇敢向前冲。 Say no no no， 不要找借口，挑战新的宇宙，踏上了青春最美的旅程。梦太高有办法摘到，看不到就一起寻找，不要等没有人替你去思考。无所谓千万人阻挡，怕就怕自己会退让。不躲藏能看到夺目的光芒，合理有效。不完美的梦想也愿和你去分享，哪怕无任何才是要你再喊出来。嘿嘿嘿，一出的心动。 Say yeah yeah yes， 要尝试才懂，没什么不可能，追过去千万别放手。 Go go go， 勇敢向前冲。 Say no no no， 不要找借口，挑战新的宇宙，踏上了青春最美的旅程。不完美的梦想也愿和你去分享，哪怕无任何才是要你在，别害怕说出来。看着你像流出心动，而因为你我有了笑容，没什么不可能，就这样绝对不放手。 Go go go， 勇敢向前冲。 Say no no no，不要找借口，挑战新的宇宙，踏上了青春最美的旅程。多了一份感动，开始了我们期待的旅程。第二位，最高歌曲投票
15274票，组合投票30513票，第二位林默、孙一航、人鱼。伸成人形拥抱你，我愿承受荆棘，感受爱的亲密。若能陪你看海底的绮丽，我愿退化自己，用爱呼吸。用什么忘记生而为鱼，为你拂去眉间绳索愁绪，在最拥挤人群，我愿意倾其所有欢聚。姐妹的唯一，阻止我爱你就不再回礼，让我漫过天地，心疼你下雨的决定，最痛的决心，凝视你眼睛就变成勇气，为爱变成无畏人。呼吸直到被你靠着，胸口变得温热，我就这样拉着你的手，不管去到天边或银河，绝不会让你颠簸，加速到幸福的美丽转折。这今天天空很蓝，想带你去看一望无际的海洋，哦，也想和你一起流浪，追逐着阳光，任风吹拂着脸庞，骑着单车穿过甜蜜的角落，我们就让情
爱这一刻，就是这样，嘿嘿，这骑单车也需要你配合，左脚右脚简单动作符合，像我们哼的歌，记忆里的你在我身后，穿过大街小巷和忐忑，就连爱的丘比特也在依依不舍，我们一起嘿嘿，这骑单车乘着所有快乐，控制呼吸直到被你靠着，胸口变得温热，我就这样拉着你的手，不管去到天边或银河，绝不会让你颠簸，加速到幸福的美丽转折。守住这份心色，不怕任何坎坷，会永远都记得青春少年的我，每一句动听的 melody 出自于有你在身旁的深呼吸，为什么为什么有你在身边不怕累垮，让我骑着单车带你去我发现的小天涯， Oh my god，住在里面好像叫新的 rehab、oh, 一起骑单车一直变魔法，希望有一天会突然长大，就是这样，嘿嘿，这骑单车也需要你配合，左脚右脚简单动作符合，像我们哼的歌，记忆里的你在我身后，穿过大街小巷和忐忑，就连爱的丘比特也在依依不舍，骑单车乘着所有快乐，控制呼吸直到被你靠着，胸口变得温热，我就这样拉着你的手，不管去到天边或银河，绝不会让你颠簸，加速到幸福的美丽转折。最高歌曲投票19715票，组合投票30627票，第一位林默于牧阳莫文轩杀手。杀手为什么存在？因为爱还是未知的未来？心情放松摇摆，在你300米之外数着心跳等待，所有念头全抛开，锁进来醒来，这美丽的悲哀，这是爱就是爱，全世界都不明白，心情停止摇摆，在你300米之外感觉饥饿难耐，需要你填满空白，锁进来进来，这美丽的悲哀，这是爱就是爱，只有你明白。
心放松摇摆，在你三百米之外瞬间心跳等待，所有念头全放开，锁进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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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美丽的悲哀，这是爱就是爱，全世界都不明白，倾听只摇摆，在你三百米之外感觉饥饿难耐，需要你填满空白，锁进来进来，这美丽的悲哀，这是爱就是爱，只有你明白。恭喜我们限定的心动公演 Top One 的组合，恭喜林墨、于牧阳、莫文轩，他们三将结成限定组合，发行专属单曲，请大家多多期待，恭喜，欢迎，感谢大家和我们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现在请大家看一下大屏幕，上面呢是票选第六至十名组合和曲目。虽然这些组合没能够在今天的舞台上为我们呈现节目，但我们依然很感谢这些投票的家长们，辛苦大家了，我们一起继续努力，下次会呈现更多大家想看到的舞台的。感谢今天大家的到场，谢谢你们的陪伴和不变的支持，你们是对我们最好的鼓励和动力，今后我们也会努力给大家看到更加完美的舞台，也谢谢我们的家人们，也谢谢所有为我们扶持的工作人员们，也更谢谢大家，谢谢。节目的最后给大家播报一则新闻，五月易安少年成长计划就要回归了，请大家多多期待，谢谢大家，谢谢。等一下，我在想说一下，因为我们是易安音乐社，我们的社长何洛洛他不在，他去参加腾讯节目的创造营2019了，所以呢我当时就在想，我说要不要在这个地方我们一起给何洛洛录一个打哭的视频，因为他的那个节目就在四月份就要播出了，希望给大家一起我们录一个给何洛洛说，何洛洛加油加油加油好吗？好，我这边我已经要开始了，何洛洛，对，我现在泪流满面，不是泪流满面，但是因为我们知道你马上的那个创造营2019就要播出，所以我们全部人正在直播的时候为你一起录一个打 call 视频，然后下面就是全部的粉丝们，我们一起说何洛洛加油加油加油好吗？我说三二一啊，3 2 1，何洛洛加油加油。怀念总是突然，怀念不谈条件，当回忆冲破高度，种种岁月
在我眼前，我和你流着汗水喝着汽水在操场边，说好了无论如何一起走到未来的世界。现在就是那个未来那个世界，为什么你的身边我的身边不是同一边？流金四下诺言放逐坚强誓言，只是我望着海面的眼永远模糊了视线。会不会有一天时间真的能倒退，退回你的我的回不去的悠悠的岁月？也许会有一天时间真的有终点，也要和你举起回忆酿的甜，和你再干一杯。只有人民之怒宿命之好宿醉，只剩下高的小的低的孤独却都是兄弟。强者就是幻想外面硬撑磨练，为什么只有梦想越梦越小小的不见？你是否好想流泪好想流泪却没眼泪？记得回忆会不会他会不会开个同学会？他在等你面在等我我在等谁？有时些孩子没睡电话没电心情没准备，天空不断黑了又亮亮了又黑，漫过一草根桑田远走高飞再没力气追。是他们没有剪完的版本，然后我那天就偷偷溜进去，然后他们稍后给工作人员看，然后我当时就溜进去，我看了之前我其实看过第一遍，然后我看过第一遍，我说我感觉就是没有待在公司两年多的人看这个肯定觉得一点感觉都没有，我感觉他们就看这个就像是在看一个两年前的动画片一样，感觉没什么东西。其实最开始就是每次都
没办法上台演出嘛，然后就坐在台下看他们演出，然后就是当时给我记忆很深刻的就是每次我们要录个什么东西，比如说录 IG 那种，就是都要录两遍，就先六个人录一遍，然后把我跟那个蒋英文拉开再录一遍，就是然后其实当时没有想什么东西，然后老黄他说要找我说点事儿，我说说什么，他说就叫我去日本待一下，我说我都可以啊，我都无所谓嘛，然后反正留在这儿也没有办法上台，然后我就说那干脆就出去看一下外面的世界。其实挺喜欢能够站在那个舞台上给大家演出，但是那段时间真的是没有办法，所以对不起。我知道我刚进音乐社的时候可能大家还不是那么接受我，都会但是我现在大家也觉得开始认可我，开始接受我，我真的很感动，谢谢大家。以前也有一次说过，他们问问题问我330，如果时光机能回去，你会对自己说什么？就是我永远都说的是我不会后悔来到这里，就是我们有很多艰难和困难，但是我们自己一直我们都互相帮助着对方，像从我进来就是什么都不会到刚看到刚刚那个视频，就是过的感觉像很快，我们成长了很多，然后还希望可以和洛洛可以就是跟我们快点聚到一块，因为毕竟一直在准备高考和参加创造营，2019还一直在跟我有说什么你们要没有我的时候要加油，感觉就是他无时无刻都在为我们着想，所以我们燕音乐社可以聚集到就是像说什么七龙珠不是那种集合的时候，对，就是燕音乐社最完整的时候。其实当时一开始我和鲨鱼刚加入这个集体的时候，我知道是因为自己不够优秀，所以其实大家一开始都不能接受，但是那个时候我就自己一直跟自己说，我一定要努力做到最好，不要拖大家后腿，努力去融入这个地方。直到有一天，那个时候洛哥跟我们说，我觉得其实有你们两个在的时候也挺好的，我就知道我的努力是值得的。我会继续努力的，谢谢大家。